哎呦我去！没有人吗？是没有网吗？居然直播了，就上来浅聊一下，我要吐槽一下晚上我就是那是我就是最荒谬的一天，最荒唐的一场公演，真的好荒谬。今天彩排。能说吗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哎，说都说了，我也扣钱吧。大家都就当没听到，要我卸了妆，我打算已经。我说今天彩排，然后我发现我连歌都没听过。我要疯了。哎呦。好神奇，我都不敢，不忍心去打扰。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喵，大橘，小橘，哎，橘，也不怕人，这人从他身边过，一点不带怕。我要是过去摸它，它会不会抓我？它好不怕人。你们广州的猫胆子都这么大的？嗯，大橘，啊小橘，心平气和一点，没关系。过来，喵喵，喵喵。不太敢，啊！对不起啊，吓死我！他胆子好大。再见，橘兄。再见，花兄。吓我一跳。真的好荒谬！我今天我已经没有资格睡觉了。我觉得，睡不了一点儿。对，我妆都卸好了。晚饭真没吃，这两天都没吃饭。我突然想起来，牛得很，牛得嘞。谢谢，哎，你好。哦，五方没人，好幸运。
我卸了妆了啊。啊，好凉快。真的好倒霉，最近特别水逆，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水逆。对，这中心中泰咋样？很有生活气息，而且大家人都很好，我觉得来到这里我的生活都慢下来了。感觉这里挺安逸的。你不扎眼吗？哦，我扎眼是吗？特别搞笑，就是每一天都有新的惊喜，你知道吗？每天不一样。嗯，确实，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广，不对，更喜欢上海的那边的感觉了。就每一个人都很激情。谁呀？还是群，有人给我发消息，搞笑。就是上海那边，大家都很卷，你知道吧？很卷，几乎没有人玩游戏。反正我见过没人玩游戏。然后这边一下楼就是那些商铺啊，小外卖，外卖什么的。然后在上海那边就是与世隔绝的，就是在那一栋楼里面。反正我的生活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中心的舞蹈室和中心的房间，然后以及口袋房间。哎呀，这空调在哪儿开啊？我去，然后我感觉广州挺有人情味的，广州的人都很好。广州人都很好，但是好太好了就让人容易松懈下来。你好，可不可以帮我开下那个里面的空调啊？就是排练室里的空调。这里？对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很热里面。没有，里面很热。哦，遥控在桌上。哪里有？可能没有开。放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哪里有遥控器？这个不是遥控器吗？哦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用完的放回这里吧。好，空调在哪？空调在哪？哦，三个空调两个，你哪里多久了？还不知道？我昨天刚来啊。好的好的，这个开空调扣你的工资吗？我、啊哦、这个电费要你承担吗？你听我说电费你承担 啊？我说这里的电费你承担啊？哦，没事，挺好的，打扰了。啊，对啊，他卡吗？太卡的话我就下来了，正好我也要练舞了。
别说这两天通宵，通的皮肤怪好的嘞。好丑，我这辈子我都不想再剪刘海了，我都不想再留刘海了，受不了一点。Hello， 水水，咖啡了，那算了，溜了，厌恶了，拜拜。我乱说的，肯定不是通宵导致的，你们不要向我学习，该早点睡，晚安。